KHIND 这个字呢，就是 KHIND， KHIND， 啊，就 KHIND 呢是 industry 啊，这名字简这个简写 KHIND 啊。KHIND 成立于1961年，啊，在四根庄，然后一直发展到今天，今年呢已经步入了第59个年代。我们四根庄的工厂呢，成立于1970年，就是70年代，啊，算起来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跟很多在其他地方的工厂不同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300多位的员工里面，本地的员工占了99%，啊，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3个外劳，啊，这个现象呢是很少见的，就是说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给本国的人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工厂方面呢，啊，我们有相当完整的生产设备，从塑胶射出到电源线的这个组装，还有整个电器产品的这个组装，啊，所以说在这个情况呢，啊，我们都能够把很多各种各样的电器产品从四根庄生产，包括电风扇啊，包括紧急照明灯啊，啊，还有一少部分的这些啊家庭电器用品。今天的这档直播给您带来的是 KHIND 多功能面包机，由大家自己来当主厨，你也能够轻松烹制一个好面包。其实呢，今天全民厨房带给大家这台面包机呢，是因为呢我们全民都爱面包啊，大家很多时候早餐都在吃面包，那如果你有自己的一台面包机呢，你就可以为自己呢制造专属的面包了。是的，那现在呢我们待在家的时间也长了哈，平时啊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呢，也不出门，或者是呢更加极端的情况呢，就是连假期都不会出国，都不会出门了哈。最长时间待在家的话呢，大家如果想要吃到好吃的面包的话呢，终于可以有时间做了。但是呢，其实你有这个 KHIND 的多功能面包机，不管你采取的是一种怎么样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它都能够让你更加的省时、省心、省钱。所以呢，今天赶紧把它带回家，让您天天有香喷喷的面包可以吃。如今在 GoShop 购物的话呢，终于可以使用电子钱包了，更加的快捷、简单和安全。来，全民厨房马上要给您介绍 KHIND 多功能面包机，你来当主厨，轻松做健康吃，勾上最畅销的面包机，让您省时省心省钱省功夫省空间。没错，厂家还为您提供1年的品质保修服务，而且呢它还得到了 Sirin 的认证，市价399令吉，而今天购买呢您可以节省100令吉。诚意给您推荐的 KHIND 多功能面包机，让您得到呢就是一整台这个 KHIND 的面包机啦。那里头呢就有不粘涂层的面包桶、量勺及量杯，还有搅拌叶片以及勾叉的。对，再特别给您赠送呢电子秤跟一把面包刀。那这全套呢才只需要299令吉而已。是的，而且赠品还送得特别的有用哦，哈，非常的喜欢，现在就要赶紧下单抢购了。同时呢，拥有 Maybank、Mbank、RHB 和 UOB 的信用卡用户呢，还可以透过3个月的免利息分期付款，每个月呢只需支付99令吉67分。哇，真的非常的超值哦！而且呢，它里头呢就是一键全自动，所以呢真的很容易使用。里头有15项的预设菜单，包括你可以做 jam， 可以做 yogurt， 还有13个小时的预约时间，60分钟的保温功能跟断电记忆功能。没错，而且呢它还有2种容量来给大家选择了哈，你可以做700克的面包，也可以做900克的面包，3种的烘焙口感，有浅烧色，也就是松软口感，中烧色，香甜口感，以及深烧色，酥脆的口感。哇，听到都想吃了，赶紧上网到 goshop.com.ay 来下单吧，或者用手机应用程式也 OK 哦。收看全民厨房，我是海琪。你好，我是依琳。大家非常熟悉的詹逸泉不见了，因为他呢今天化身成为一部，对，他今天化身成为我们今天的面包机啦。
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KIN 这个大家都很喜欢很爱的品牌，它的多功能面包机了哈。啊，为什么叫多功能呢？因为通常我们做面包呢，就是要揉面粉哈，然后呢还要等那个面包去发酵，对不对？对。之后呢，我们还要去烘烤。可是今天这一台小小一台 KIN 的面包机呢，它是你的就是揉面粉机啊，它是你的发酵机，它也是你的烘烤机。没错啦，就是全部呢都是全部交给他，在一台机器里面了哈。而且呢，大家在做面包的时候呢，终于就不用自己去看时间、顾时间，然后分程序，把那些什么酵母啊，或者是什么牛油啊，一点一点的放下去哈。然后呢，还要去看到底烧得怎么样啊，会不会太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有那个什么浅烧色、中烧色和深烧色吗？那大家本来想做浅烧色的，突然间就是因为忘了时间，然后变成深烧色，甚至是呢被烘焙的不能吃，因为太时间烘焙太久了，对，所以呢这些意外啊可能都会发生的哈。但是今天用我们的 KIN 的多功能面包机呢，你就完全可以避免啦。是，而且呢它就是有15个预设的钮哈，没错，你看这它就写很清楚的啦，你要做什么哈就跟这里按那个号码就可以了。对，这个呢比如说呢这个是 basic 啦哈，你按2号的话呢就是 french 咯，第三个呢就是做那个全麦的全麦片面包，然后呢还有 quick sweet gluten free， 这个是没有麸质的面包啊，然后都是打面粉，对，做那个 donut 的那个 donut做蛋糕也可以，对，做果酱、做优格，没错，哇，很多东西可以做嘞。所以呢，15个功能键哈，那大家呢按这个 menu 的话呢，就可以一项一项的去选啦。然后呢，按照自己大家所想吃的那种面包的形态呢，做700克的或者900克的面包都可以。是，所以就非常的方便哈，而且呢就是可以省功夫。你看哈，这种呢就是揉面粉的动作啊，其实呢很多人呢想到这个过程呢就觉得哎呀我不要做算了，对，很累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一定要有这台面包机，因为呢大家如果天天都想要吃面包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最优质的材料，然后呢做出最优质最健康的面包了哈。而今天呢我们这个随套组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用户的手册，对，然后呢还有这一个所谓的菜单其实都在里面了哈。所以呢大家把这个货这个面包机一收到的时候呢，先翻一翻这个用户手册，然后呢再参考一下它里面的这些菜单，看看大家呢可以怎样做做这个面包。因为呢很多的这些新手的话呢，可能他还不太熟悉它里面的操作，或者是你还不知道你可以做什么样类型的面包，那这个 user manual 里面呢他都会有教你了哈。所以呢大家不需要担心，上网找也可以啦，网上很多，最重要是有这一台机罢了。没错的，好，来我们看一下了哈。那今天的这一台机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示范，很像迷你洗衣机哦。对，是的，因为呢我们今天呢直接来做，像海琪我完全是不懂得怎么做面包的人，我也不懂啊，不要讲说啊，其实都可以轻松做，教他做。对，反正呢你打开来了之后呢，这个面包桶哈，它其实呢是可以取出来的。那大家呢就是像逆时钟逆时针的方向，看你站前面还是后面呢，就转一转了哈，转一转，然后呢就可以取出来了哈。然后呢，它里面有这个擀面的那个勾叉，对，而且它这个涂层是不粘的，所以不会粘着你的面包的哈。没错，对。然后呢，你要怎样把它再放回去呢？只要呢，就是斜放下去，然后再往顺时针的方向一转，它就锁进去了。一声紧卡紧，没错了。好，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要做的面包呢，其实就是这个藜麦面包了哈。OK， 叫什么 quinoa 是吗？ quinoa， 对， quinoa 呢是非常的有营养，对，三色藜麦，而且呢它里面有这一个纤维啦，有全蛋白哈，所以呢大家吃全麦面包，对，大家可以吃面包，也是可以吃的非常的健康。OK， 好，那我们跟海琪哥哥学做面包，对，啊，我也是菜鸟了哈，但是呢因为有我们的全民主厨 KIN 的多功能面包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所以呢我们是加牛奶啊，这个分量的话呢，大家可以就是上网去找，对，因为呢这个。量的话呢，我也不是很清楚了哈。哎呀，反正全网都有了，对，全网都有，没错。对，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盐巴 ，OK。盐巴，你可以买你自己喜欢的盐啊，什么海盐呐、竹盐呐。那糖的话呢，你就选你喜欢的什么食物。对，或者是呢，你可以选择这个叫黄糖哈。
就是你可以就是吃得健康一点。OK， 这个是 honey， 所以你的面包呢，哎呦有那个甜甜的口感，可是呢它就是蜜糖，我蜜糖本身也有很丰富的营养。是，再来呢，当然必不可少了，就是牛油了哈，把牛油。OK， 哇，你想象你平时哦，就是只是面粉加牛油，搅到半死。今天你不用自己搅，不用自己揉哈，有这一台 Key 面包机帮你做这个呢揉捏 kneading 的动作，哒哒哒哒哒哒哒，很淡啊。是，这个停啊。对，藜麦就不要忘记了哈。好，全部放下去。再来呢，最后呢，我们就要放这个重头戏了。这个是什么？高筋面粉。高筋面粉。然后全部倒进去就可以了。全部倒进去哦。全部倒进去。是。然后呢，最后哪像平时我们在做面包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面包机的话啦，那这个呢其实就是酵母来的。那酵母的话呢，应该都是。要面包做到一半，擀到一半的时候呢，才加上去的。哦，这样可爱的。对，是。是但是呢，今天有了这个 Ken 多功能面包机呢，你就可以一次过都放进去里面，然后呢。之后呢，你就把它盖起来，然后呢 ，OK， 现在这个 man， 我们要做后面是吗 ？Whole 后面啊 ，Whole wheat， 全 Whole wheat 啊，对，全麦面包就是三号咯。是，三号的话，三号的话呢要怎么按呢？你就按一二。三，按到它三就可以了，对。然后这个 loaf 的话呢，我们是要选对，要900克了，那现在是700克，然后呢再按多一次就是900克，900就对了，没错的。然后 color 的话呢，我们就换浅色了，对就可以了，因为现在是 dark， 对不对？按到它 light 就可以了，是。所以呢，在做完这些步骤之后呢，你按 start 就 OK 了。所以呢，它这个步骤是非常的简单的，只要你把所有的这些材料准备好，然后按照先后次序把它放进去，放完了之后呢，选择我们要用哪一个 menu， 因为呢，我们这边呢有15个 menu 嘛，你要做面包的话，你就不要按到去做 yogurt 的那个了哈，对对对，所以呢，对你就按照写在上面就很方便，你不用去找书来写在盖口上面就 OK 了。是，好，打在这个盖口上面，你选对就可以了。然后呢，第二呢就是选它的 loaf 的重量，也就是你要做的面包的大小。第三的话呢，就是你要中烧色、浅烧色还是深烧色，就是你要你的面包的口感是松软、香甜还是酥脆呢？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就可以选择对对对对你自己要的那个light，就是比较软咯。light 就是比较软，然后 medium 还是比较香甜一点。如果你是选的那个就是什么 heavy 还是叫什么 dark 的话，那它就是比较酥脆一点咯，看你喜欢什么口感啊。对，所以呢，你看您刚开始的时候呢，那大家当然就是可以打开来看了哈，就是说它还在。你看它怎样？在那揉捏，对，揉捏这个面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它是在工作。但是呢，你也可以把它盖起来，因为反正这边呢有一个盖口。对，很可爱耶，就透过那个透明的窗看它在里面如何运作。对，那它这边呢，前面的显示屏呢也会显示它还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做好了哈。这边呢就是3小时39分钟，因为呢我们一般做面包的话呢，如果是说自己曾经做过面包的人呢，都会知道其实。烘焙面包呢，并不是一个在短时间之内就可以做好的。尤其是如果你手动的话，哇，你半天时间没有了，又要揉捏了，要等它发酵。像这个哈，它有预约功能。如果你要一早起来吃到新鲜面包哈，你临睡前全部放进去，然后你预约它多久之后开始操作，哦，它就帮你做完整个这个过程。你睡醒就有面包吃，哇，是就可以完全不用去理它了哈。那所以呢，这个多功能面包机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它可以完全的自动去操作，大家呢。不用担心，也不用去看，只要呢，你的所有的这些材料呢，对，放对分量就可以了。是的，三色藜麦蜜糖全麦面包。是的，所以呢，在3小时半之后呢，你打开来，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了哈。当然，前提条件是呢，你所有的这些材料呢，它的这个分量必须都要对了哈。对，这个好，面包桶，好，拿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哈。整个倒出来就。对，整个倒出来就可以了，好美，因为呢它是完全不粘的，所以呢它做出来了之后呢，它形状就是这样子了，对对对，所以呢你看这个呢里面就是。完全不粘，那大家要清洗的话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它里面的那一片叶子啊，就是那个叶片呢，其实可以取出来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就是稍微用那个海绵去轻刷一下就可以了。整个呢是非常的方便，对。好了，那我就先放回去了哈。我们现在切面包呢。
还有送你那个刀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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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我们已经卖出了15套了，哦、快，很快啊，你们 very good 啊，对，大家现在要抓紧时间来买哈、嗯，因为呢，来，它第一真的是非常好用，第二呢。我们不知道现在的情况会怎样了哈、啊，反正呢，我们要吃的开心，要吃的健康、嗯，要省功夫，那我们就要把这个 Ken 的多功能面包机呢、哎哦、买回家了。要买就快点买了哈、哦，因为现在我看每天的那个数字啊，嗯、一直在三位数哦，的在上的在下降哈、哦。对，没事真的不要出门哈、哦，而且哈、哦，大家应该忘不了，我们之前买不到面包啦，买不到配料啦，甚至买不到电器哦，现在有的买，赶快买了哈、哦。是，对是。然后呢，今天的这一把的那个切面包的这个刀哈。它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的赠品来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是整套的这一些用品呢，都会送给大家。很美耶，做的。是，而且它会非常有营养。各位朋友，你在吃的时候呢，因为它里面还有藜麦嘛，对不对？有藜麦的话呢，就是有 honey， 有藜麦。你知道藜麦其实是非常的有营养了哈。不只是可以吃到 energy， 你还可以吃到高蛋白，而且还是全蛋白，哦、非常的厉害。给小朋友吃也 OK 咯，这样他们需要蛋白质吗？啊、成长，哼、啊。我跟你讲，你做面包可以让小朋友带去学校吃咯。嗯、你担心他们自己去赶地买食物哦，比较不安全的话哈，就做面包给你们带去当点心吃。嗯是，所以呢， 你看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和方便呢？连我们今天在家的话呢，都可以自己做面包了。尤其是呢，如果是你自己本身都是喜欢吃很多面包啊，法国吐司啊，我们不是外面很流行那种啊。鸡肉丝面包的咩？其实哈、哦啊，你用它，你连鸡肉丝都可以做啊！不是做面包包，鸡肉丝都可以做。是，那你就只需要那个鸡肉啊，你就是烫熟，嗯、你切丝、嗯，你放进去，然后你放调味料，什么黑酱油、酱油、蚝油、玉米油那些，你放进去了之后，哎、然后哈、哦，就可以做到这个 chicken flat bread 哦，给你看。是。你看。哇，真的是很厉害耶！面包吃哎，我跟你讲，哈来。好，来，我们就直接放这边了。我不放下大个盘啊，好，这样我们要不要整桶拿出来倒？哇，你看很优哎。是的，哇，这个真的是鸡肉丝都可以做哈，好像有点像做那个肉松的感觉。我跟你讲哈，你不一定要放在班里面的，如果你今天做那一种就是 bread loaf， 就是那种四方形啊，你切切切切，然后你擦那个 butter spread， 然后你这个放在上面，哇，配那个咖啡真的是好料到。是，所以呢，这个大家要讲做呢啊，你就可以去 check 你的 menu 了啦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因为它这个呢里面的 menu 不是有很多个选项吗？这一个呢，你其实是可以去选用做那个果酱的那个功能去做的。对，果酱在哪里、啊？就是因为那果酱是12、啊，因为它的时间呐 啊，温度啊，它的那个步骤过程哈，它就是可以替你做好这个肉丝。对，所以呢，你看连这个肉丝都可以做，厉害厉害，它真的是多功能、啊。多功能。那待会儿呢、嗯，我们还会接着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就是它其实有很多很多其他不同的这一些功能是可以做得到的，比如说可以做果酱之类的啦。是。不过呢，之前的这一个我们讲的面包，三色藜麦面包哈，它的这个。menu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 recipe 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拍起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刚刚第一个海琪做的三色藜麦蜂蜜全麦面包哈，你们拍起来，好、yes. 哦，这些材料呢准备好，全部是一个咖喱倒进这一台面包机就可以做出来了，是的。好，那其实呢，有很多的朋友呢都买过我们的这个多功能面包机，来自 Ken 的品牌。然后呢，这位朋友呢就非常满意了，他说满意的那个派送的服务，对，而且呢他说这一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合理的哈，哎，他说很好的功能，而且呢容易操作。哇，又是五颗星哈，他讲说这个价钱呢真的是很超值哈，我真的是那个钱呢花在刀口上，而且呢他就是哇，他已经做了面包了，而且很。很好吃，他讲他不用自己再买面包，自己做就可以了。是，真的是不用再去买了，只要家里存放够那个做面包的材料就可以了。那这位朋友呢，则说是非常的推荐了哈，品质也非常的棒。好，那其实呢，我们可以再对比一下了。这个做面包机的价格，其实呢，很多的这些平台跟不同的产品，它其实价格都比较贵了哈。最便宜的呢，可能就是319令吉，反正是超过300。那贵的话呢，可能要去到500令吉左右的。但是呢，今天如果大家来购买我们 Ken 的多功能面包机的话呢，哎，先看看在不同的平台上它卖的是什么价。就是同样是我们今天这一台 Ken 的面包机啦，如果你在其他平台买呢，600多也有，500多也有，最。
最便宜那个才一块钱就400块了。对，就是399了哈。但是呢，今天 Go Shop 全民厨房呢诚意推荐，同样的这一台 King 多功能面包机呢，全部只需要299令吉，比起市价呢是省100令吉。而且呢，您除了 King 的面包机主机，还有包括它的所有的配件之外呢，我们还要特别赠送一个电子秤，这个非常重要哦，还有一个面包刀。电子秤呢是给你称那些牛油啊、酵母啊等等的哈，精准度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必定要使用它的。但是今天不用再去买了，我们送给你。对，你只要有砧板就可以切面包了哈。而且呢，如果你要分期付款的话呢，哦，建议你使用 Maybank、Mbank、RHB 或者是 UOB Bank。那如果你分3个月供的话哈，每个月呢你只是供99令吉67仙，因为不用给利息。哦，记得如果是 Maybank， 你就是直接在网上做可以，其他的 Bank 你要打电话来讲 ，Hello， 我要做 Installment 哈，记得。哎，浏览我们的网站就对了哈，马上下单抢购。今天有的是我们的 King 多功能面包机，而且呢，像刚才呢，我们做过那个鸡丝啊，然后我们做过这个全麦面包啊，真的是可以让大家一步到位了哈，能够省心省力省时省空间，包括这一个呢，大家非常喜爱吃的这个面包 Dark Chocolate Raisin Bread， Dark Chocolate Raisin 就是黑巧克力再加上葡萄干。对，很可爱。我跟你讲，它就是小小一个哈，它不占位置，而且它全合一，所以呢，你省时、省力、省心、省钱、省空间。对，最重要是呢，你爱吃什么蛋糕，哎，你小孩爱吃什么蛋糕，你哎不是蛋糕，面包都可以做。哎，其实它也是可以做蛋糕的。对，它可以做蛋糕的，啊，是。但是呢，我们今天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呢，都爱吃面包，对不对？然后呢，这个 dark chocolate 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材呀，你要那种 Belgian chocolate。而且我要那种 California raisin，对，你就可以自己去选啦，啊。你看里面的哇，那些 raisin， 我要吃，大家看到吗？大家看到吗？我要吃。来来来，因为你要切一小片吗？我很爱这个raisin 的，其实你要放那些什么，就是蔓越莓呀，啊，blueberry 的，啊，什么你有你就放啊。是，然后呢，如果是说大家觉得放的不够的话呢，自己再加，有没有啊，自己这样子加上去夹面包吃。那如果你拿来做 jam 的话，你也可以加 jam， 总之它不只帮你做面包啊，就涂面包的 jam 啊，夹面包的鸡丝的都可以做。哎，你又吃，我又吃，这样谁来讲话呀？一边吃一边讲啊，我们口齿伶俐，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很好吃，而且呢，我们大家可以自己选。你如果要用那种高筋面粉，你用高筋面粉；你要用那种日本的面粉的话呢，你也可以用日本的面粉。总之呢，这个菜单你研究清楚了，你使用它就真的是非常简单，一步到位啦。我也跟你讲，真的是非一般好吃嘞，而且我真的是很爱吃面包，而且我吃面包很选的。不好吃我真的不吃，这个很好吃。其实呢，我大家没有发现到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市面上架上的这些面包呢，其实不好吃的，而且呢，有的时候呢，你还会买到不新鲜的，因为包含有什么粉啊，有什么糖啊，全部有影响的，你全部用好了煮出来，烘出来一定好吃的。是，好，那其实呢，除了这种西式的面包之外呢，还有一种呢，很像跟面包很像的东西，但是是源自于亚洲，它是什么东西呢？馒头对的，我们每次看古代的那些什么武侠片啊，都会吃馒头的。那啥馒头嘞？对，那其实呢，它其实也是可以做到馒头的哈，哦。那当然就是说，它做起来了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得到它里面的这个 texture， 它这个表皮，它这个质地呢，其实非常滑腻的。就是你用它来打面团啊，去打 dough 啊，你不用自己去打到半死哦，它自动帮你打。所以呢。它今天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选项了哈，反正馒头都可以用我们的这个面包机做到。那如果大家呢是喜欢做这个馒头，七号是打多的哈，七号是打多的。来，我们看一下，1、2、3、4、5、6、7，对，8号是这个。kneading 对 kneading，就是它揉捏啊，揉对啊，因为这个它其实要这样子 kneading， 那个面粉也要 kneading 的 ，OK。它其实这个质地呢，为什么会这么顺滑呢？就其实是跟材料有关了哈，所以呢，你也可以上网去查一下，要做馒头的话呢，要放什么样的粉，要放多少的水，或者是要放多少的蛋等等。那反正呢，你就是自己的去决定，然后呢，用我们的这个多功能的面包机，你可以去到8号 kneading 呢，那就可以揉出这个非常。顺滑的这个非常细腻的面团啦，是在家里自己轻松做健康吃。那我们这个时段有 FB Live，我们好像有 viewers 有 comment， 对，好，我们看一下啊，来看一下 FB Live 的 comment， 是这个应该啊，哇，很软呢，我看不到，很小那只，OK， 可是好像很多 comment 这样哦。多少钱啊？299块。当然，就下单的方式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用debit card、credit card， 还有呢，现在电子钱包都可以用。像我们的这个Grab 啦，
Catch and Go 啊 ，M Cash 啊等等都可以用的。类似啊，是啊，好，然后Delivery to JB, how much? It's basically zero, OK? Zero. 半岛是免油的哈，如果是东马的话呢，就是20块的油费。那如果你在半岛的话呢，5到7个工作日。对。东马的话可能长一点。就时间会长一点啦，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货呢是在东马没有库存的，所以呢必须要我们要运过去，运过去，然后呢才能够发派。所以呢，有什么兴趣、有什么问题的这些朋友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一个面子书上的留言区留言啦哈。甚至是呢，你要下单的话呢，可能小编也要注意一下了哈，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呢都会在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 Class One 的哈、你们就 check inbox 啊哈 ，check inbox 就可以了。Okay. 好，马上下单抢购啦！我们来看看这一台的面包机有什么 promotion。如今在 GoShop 购物的话呢，终于可以使用电子钱包了，更加的快捷、简单和安全。来，全民厨房马上要给您介绍 Kin 多功能面包机，你来当主厨，轻松做健康吃。GoShop 最畅销的面包机，让您省时省心省钱省功夫省空间。没错，厂家还为您提供1年的品质保修服务，而且呢，它还得到了 Serum 的认证，市价399令吉。而今天购买呢，您可以节省100令吉。诚意给您推荐的 Kin 多功能面包机，让您得到呢就是一整台这个 Kin 的面包机啦。那里头呢就有不粘涂层的面包桶、量勺及量杯，还有搅拌叶片以及勾叉的。对。再特别给您赠送呢电子秤跟一把面包刀。那这全套呢才只需要299令吉而已。是的，而且赠品还送得特别的有用哦，哈，非常的喜欢，现在就要赶紧下单抢购了。同时呢，拥有 Maybank、Mbank、RHB 和 UOB 的信用卡用户呢，还可以透过3个月的免利息分期付款，每个月呢只需支付99令吉67分。哇，真的非常的超值哦！而且呢，它里头呢就是一键全自动，所以呢真的很容易使用。里头有15项的预设菜单，包括你可以做 jam， 可以做 yogurt， 还有13个小时的预约时间，60分钟的保温功能跟断电记忆功能。没错，而且呢，它还有2种容量来给大家选择了哈。你可以做700克的面包，也可以做900克的面包，3种的烘焙口感，有浅烧色，也就是松软口感，中烧色香甜口感，以及深烧色酥脆的口感。哇，听到都想吃了，赶紧上网到 goshop.com.ay 来下单吧，或者用手机应用程式也 OK 哦。是的，今天全民厨房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有来自 Kin 的多功能面包机。大家想要在家做面包，想要吃到新鲜的面包，又要吃的健康的话呢，这一台机器必不可少啊。因为它全合一哈，所以它就帮你揉面粉啦，然后呢，它就是帮你发酵啦，它再帮你烘烤，所以你不用这样子揉了。对，不用这样子揉哈，揉很久哈，揉不好，然后你就会。对，是放弃，这个不会的，是的，基本上是零失败率啦。对，你的材料哈、量准就对了啦。是，那今天有我们的这个 Kin 多功能面包机呢，我们还会送出这一个用户的手册，再加上呢里面有我们的 recipe 啊、对，一本罢了啦，不是两本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啊，就是说。
把这个面包机买回家了之后呢，大家翻一翻看一看了哈，熟悉一下这个面包机的操作。好，我们事不宜迟，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哈。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多功能，所谓的多功能，它到底多有多功能？我上次忘记讲，我们卖了40台啊，我们已经卖出了40台啊，好，40台啊，加快哦，是，对。然后呢，刚才再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今天的这一台面包机呢，你可以完全用电子钱包 eWallet 来买，你也可以用信用卡买。当然呢，在西马呢，这个送货呢是免费的了哈，邮运费呢我们是完全。全部收钱，东马的话差是一个小小的20块吧，对，是一张单20块，你一次过买10台也是20块的哈。没错，而今天呢，我们的 King 多功能面包机呢，除了可以做面包，可以除了做蛋糕之外呢，它还可以做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你看，我现在把这牛奶倒进去，大家发现到一个事情没有？里面的那个揉面的那个叶片已经被取出来了，不见了。因为你没有要揉面，是不是？对，我没有要揉面。聊。对，因为现在我要做 yogurt。你给他来做 yogurt 啊。那一般呢，我们都会去市场上买这个 Greek yogurt 哈，来自己发酵成你要做的 yogurt。像今天呢，我们就会做这个，哎，虾蟹 yogurt 啊。嗯，是的，恰西 yogurt。好，那这个yogurt 呢，酸奶我们就不用放完了哈，放差不多一半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再可以把这一个恰西呢放进去。好啦，那这个呢就是吃的更加的健康哦，因为有这个恰西呢有很高成分的那个 omega 三啊 ，omega 三，是就是我们的这个脂肪酸，我们必须的脂肪酸，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好的。对，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选的这个功能选项呢是第13项。那大家如果不知道第13项是什么东西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来看它的这个盖口，是，因为呢盖子上面呢15项的功能呢，它非常齐全的罗列出来。那现在我们要做 yogurt 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选13号。那13号呢，我选了之后，那我要做 loaf 吗？不需要。那我要选颜色吗？不需要。我们直接按 start。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啊、哦！然后你要看它发生什么事，你就从那个透明小窗看下去，这样，对呀，再发生什么事情你就看得到了。是，今天呢，我们用8个小时的时间呢，就可以把这个 yogurt 做好了哈。所以呢，今天晚上。对啊，就是把那个牛奶放下去，把那个 yogurt 放下去，把 chia seed 放在里面之后呢，你就去睡觉。8个小时以后，你早餐起来就有这个 yogurt 可以吃了。哎、来看一下，哇，就做好了。对，你看，哇，这个质地非常的棒哎、哦，对，这个很有营养的，对健康非常的好。好，来，现在呢，我们做。你的麦片啊，或者你加你的那些坚果啊、谷粮啊、干果啊下去吃，哇，就很美味啦。是，对，是全套呢只需要299令吉而已，然后买回家的话呢，就是能够让你省心、省时、省力、省空间。是，它小小一台而已，而且呢，它就全合影，你就不用这么多东西，全部都在这一台机器里面。好，如果你做面包的话呢，从打面粉啊、揉面粉啊，到发酵啊、烘焙啊，全部在里头一机搞定哦。是啊、你要吃这个我们已经摆盘好的，还是你要吃新鲜滚热辣刚刚出炉的？刚刚出炉的啦，你要刚刚出炉的吗？可是那牛肠味哦、okay ，我要那个啊，你要那个是吧？蔓越莓，加蔓越莓，蔓越莓，好，来 ，OK， 然后呢，你尝一尝。我要尝这个原味的，因为呢，直接就是从我们的 King 多功能面包机里面取出来的。你看哦，今天有了这一台面包机呢，你就不只是拿来做面包而已啊。那像现在有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我已经吃了很多天的面包了，那我今天换一下口味，我吃更加健康的这个 yogurt 可以吗？可以，没问题，直接用它来也做得到。就是 fresh 哦，自己做的，不同的，那尤其是可以做给你家人，做给你小孩，好吃。对，然后呢，像大家可以选那种什么 Australian 的牛奶呀、那种 New Zealand 牛奶啊，就可以吃到特别健康的这个乳酪了哈。大家在吃乳酪的时候呢，就不用去选那种已经调了味的、很甜的，是的，那味道很假的，有色素的，有味精的，是。是。好了，那今天呢，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 yogurt 啊，做完了 yogurt 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做各种各样的面包了哈。像这一个呢，其实也是调过味的面包，来大家看一下，我不知道看大家看得到吗？大家看得到吗？里面是青绿色的哦。啊，这个是就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椰丝面包。椰丝面包，你要做板丹面包，当然也是可以啦。哎，我要做绿茶的也可以哦。绿茶也当然没有问题。哎，想到绿色的话呢，就一连串绿色的这些。对对对对，总之你想到这种面包和你有材料，你就用它就可以做了。对，这个应该是700克的，因为呢它会比较小。
Coconut bread 啊，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把面包刀呢是送给你的，对，这个是送给大家的，因为呢，我其实啊一直在找面包刀，因为呢我家里面通常都没有面包刀，因为我们一般是不会买的，但是呢今天既然要做面包，买面包机的话呢，当然要送面包刀给大家了哈，真的不用再去找。是，而且的话呢，你在外头呢买一些面包呢，可能你担心，哎，是不是有色素？哎，是不是有那个味精？你自己做呢就不用担心，你可以呢就自己用斑斓叶来做这个上色的这个原料。对啊 ，coconut 也是可以啦哈。OK， 好，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套组呢299令吉啊，您除了可以得到我们的 King 的多功能面包机主机之外呢，像这个不粘涂层的面包桶啊，勺量这个量勺以及量杯，还有搅拌液及勾叉呢，我们都会配备给大家的哈。而今天要特别赠送给大家的是特别好用的电子秤，这个秤量的精度呢是非常的细的哈，到零点多少克它都能够算得出来给你。然后呢，还有这个面包刀的全套的产品呢，只需要299令吉，比起市价呢是要低100令吉，大家可以省下100令吉那么多。是，所以呢就非常非常的超值啦。而且如果你要分期付款的话呢，你可以用 Maybank、M Bank、RHB Bank 或者 UOB Bank 的信用卡，就是免利息的，三个月公款，每个月呢才99令吉67 cents 而已。记得 Maybank 的话可以直接在网上做，其他的银行呢你要打电话来跟接线员说你要做分期付款哦。是的，赶紧浏览我们的网站 goshop.com.my 来购买我们今天的这一台 GoShop 最畅销的 King 多功能面包机。好，哎，我们 FB Live 的这个网友非常的踊跃哈，又有问题了哈。Hello，Facebook 上面的朋友，大家好，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呢，这个问题啊，导播可能要需要念一下哈，因为呢，我们这个画面呢，我们是看不到的。对。好，来啊，今天如果还有这个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就可以留言在我们的面子书的这个视频的下方了哈。来，我们有个问题是来自 Stephanie Lim， Stephanie Lim， 刚才那个 Dark Chocolate Raisin Bread 的 recipe 有没有？哦，我们这边没有准备到，可是你可以上网去找 DIY， 一般上就是做面包一些基本的材料，然后你就选你要的 California Raisin 啊等等 啊这样子的东西你就放进去。对，好，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呢回信，他就问有没有 recipe book， 那其实呢刚才的那个 user manual user guide 里面呢，它里面是有 recipe 的，所以呢你把这一台机器先购买，买回家之后呢你把它打开来，然后里面的这个用户手册上面呢其实也有有 recipe必了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对 ，Alan 还有在吗 ？Alan， 你说你买了一台，然后很好用，对不对？谢谢你。那如果呢，你要跟我们其他网友呢 share 你的 recipe， 你也可以 share 在这里哈，大家一起用 King 的面包机做出好吃的面包。对，那还有一位朋友呢，就是叫 JoJo 的，他说用这个。面包机能不能够来揉面、跟发酵，揉面跟发酵，用面包机来揉面跟发酵而已，因为他想用这个烤箱基本上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我就想问了哈，你既然有面包机的话，周末你还要把它 move 出来放进烤箱里面呢？因为呢这个是完全一步到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很多人买面包机呢就是因为他不想要在烤箱里面烤面包了，而且它烤到什么度哈，你可以选啊，就是我们有 light medium 跟那个 dark 对不对？ Dark, 对，就是浅烧中烧生烧啦，你就可以选你要比较脆的，你就用那个 dark 的。好，如果你要比较松软的，你就用那个 light 的。所以它很好用的，不用另外转烤箱啦。是其实呢，我当然可以理解 JoJo 了哈，因为它。这个它可能就是说要揉了之后呢，它可能就是拿出来然后揉成圆形的，比如说它要做菠萝包之类的， see, 肯定是可以的，可以的 okay, 就是你 see, 你不过时间你自己要拿捏了哈。那还有呢，JoJo他就问能不能做这个月饼的馅料，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呢theoretically 对是 theoretically 是可以的，因为它会帮你揉，帮你和对帮你和面嘛。然后呢，这个具体的 recipe 呢用什么材料的话呢，可能还是必须要由你自己来去研究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一台面包机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的棒了哈，因为呢大家如果讲回到做面包的话呢，它还可以给你做小的面包跟大的面包，700 gram 跟900 gram 你就选一下咯，你要做多大个的面包。是，像我们刚才呢不是有把很多做好的蛋糕拿出来吗，长的那个就是900克了，比较短的那个呢就是700克的啦哈。是，好，那当然呢我们就是有很多的这一个recipe 要跟大家分享的了哈，那这个呢我觉得就是非常厉害，它是 chicken meat loaf， 就是有鸡肉的面包，中文讲翻我就不知道了哈，但是它 chicken meat loaf， OK， 好，很重，你会发现到它很重，因为呢它里面的这个鸡肉呢分量就比较多了哈。好，来，
哦，所以呢，它是有油分的，大家看到吗？它好像午餐肉酱。对，有点像，因为午餐肉呢，它其实呢就是肉加那个面。哦。午餐肉它本来就是肉加面粉。对。是。长知识了今天。对哈。是不是觉得？就是肉面是不是觉得海鲜很棒是吗？哎呀，大家都知道你是行走的百科全书啊，对不对哈？来。我是十科全书，我没有到百科。是，大家要问他十科，可以在 FB Live 问百科的话，就去找。古先生就好了。对，古先生，对，哇，这个很香，而且呢，今天你这样吃的话呢，你吃两片就饱了，我跟你讲。所以呢，这个午餐或者是早餐，你吃两片就够了。这个真的是，如果是说我一个人吃的话呢，我可以吃两天。是，哎，我们现在的销售量啊，我们已经卖出了70台。哎，是，这个是 Go Shop 最热销的面包机了哈。导播，我要违反你的这个意志了，因为呢，我是想切来吃的哈。你是想吃？我的叉子已经准备好了。对，我再切小片。跟这个肉片。对。我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啊。很棒哦。啊，你自己啊！你看他叫我自己来哦，没有，因为我担心那个刀你还拿着哦。OK， 我先吃了哈，先吃为敬，先吃为敬，对不对？我觉得嗅到好香好香，也可以真的很多东西可以做哦，做这个。它好像那个叫什么意大利千层面的那个千层面，是啊，啊 ，Chicken Meat Loaf 叫Chicken Meat Loaf Loaf， Chicken Meat Loaf， 好吃。好吃，非常好吃，而且我觉得吃下去的话呢，会很耐饱，口感很好哦。而且它有肉有面。等于是你也是吃的非常丰富非常的营养，因为它里面呢还有放一些就是菜了哈，就是说那种可能是像 parsley 之类的东西啊 parsley啊 rosemary 之类的，所以呢它也有纤维，还有那个菇啊 mushroom， 哇，非常好吃非常好吃，这样尴尬了，我要拿这知道不舍得停。OK， 好，打包叫你慢慢吃，帮你扛刀，让你扛撑啊。再来呢，有一个非常棒的面包了哈，大家平时都会吃到，尤其是去西餐厅，那就是我们的 garlic bread， 就是我们配那个浓汤啊 ，mushroom cream 啊，这样子一起来吃的啊。哇，来，好，来给你，是想这样子转一下，转一下，哎呀就好了。然后呢，整个刀啊，就是这样刀垂直刀。对对对，你要倒在这边先，等下切了才放进去。哦，这样子，果然是没有进厨房了。哎，对对对，啊，就是要摇摇它 ，OK 了，哇。它其实非常非常容易的哈，因为呢，我很喜欢吃咖喱饼。你这样子把它反过来之后呢，稍微抖抖，用力抖一下，它就出来了。就用力一点，不要好像我这样斯文 ，OK？ 啊，对。你看切了不会切？哦，我倒转那个刀。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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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好。然后呢，你再切一小片，这样子啊，我们放在前面摆盘。啊 ，OK 哦，哎，这把刀很好用啊，喂。是。啊，你不要跟我一样倒转就好了，不要倒转刀头，它就很好用了的。是，今天呢可以看到它里面非常的松软，这个应该是浅烧色，对，浅烧色，哇，很美酱。我切一块来吃。你可以，哎，其实呢有一个非常西式的吃法了哈。你做完这个 garlic bread 之后呢，你手撕，然后沾一些橄榄油。哦，是是是是是，那个橄榄油很好吃哦。大家可以去那个超市里面了哈。是买那一些就是可以沾着吃的橄榄油，试试看，就是它比较贵了，真的好吃哦。它这个跟橄榄油配在一起吃的话呢，真的是绝配。有些人呐，尤其是我一些意大利的朋友了啊，他们真的是吃面包沾那个上等的橄榄油呢，这样子就一餐。很棒啊，那橄榄油香香沾着吃哦，哇，绝配了。这个口感非常的松软，非常的好，而且呢，它跟那个 garlic 的味道呢 blend 的非常的棒。所以呢，今天完完全全的就是用我们这一台全Go Shop最好卖、最畅销的 King 多功能面包机呢，就可以非常省时、省力、省空间做出来，而且呢，你是，做得开心、吃的健康了哈。好了，那当然呢，今天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看看呢，套组里面究竟有什么主要的配件跟赠品要送给大家，非常的划算，我们马上来看。如今在 Go Shop 购物的话呢，终于可以使用电子钱包了，更加的快捷、简单和安全。来，全民厨房马上要给您介绍 King 多功能面包机，你来当主厨，轻松做健康吃。Go Shop 最畅销的面包机，让您省时、省心、省钱、省功夫、省空间。没错，厂家还为您提供一年的品质保修服务，而且呢，它还得到了 Sirium 的认证，市价399令吉，而今天购买呢，您可以节省100令吉。诚意给您推荐的 King 多功能面包机，让您得到呢就是一整台这个 King 的面包机啦。那里头呢就有不粘涂层的面包桶、量勺及量杯，
还有假斑叶片以及勾啥啊勾叉的，对，再特别给您赠送呢电子秤跟一把面包刀，那这全套呢才只需要299令吉而已。是的，而且赠品还送得特别的有用哦，哈，非常的喜欢，现在就要赶紧下单抢购了。同时呢，拥有 Maybank、Mbank、RHB 和 UOB 的信用卡用户呢，还可以透过3个月的免利息分期付款，每个月呢只需支付99令吉67 cents。哇，真的非常的超值哦！而且呢，它里头呢就是一键全自动，所以呢真的很容易使用。里头有15项的预设菜单，包括你可以做 jam， 可以做 yogurt， 还有13个小时的预约时间，60分钟的保温功能跟断电记忆功能。没错，而且呢，它还有2种容量来给大家选择了哈、你可以做700克的面包，也可以做900克的面包，3种的烘焙口感，有浅烧色，也就是松软口感。中烧色香甜口感以及深烧色酥脆的口感，哇，听到都想吃了，赶紧上网到 goshop.com.ay 来下单吧，或者用手机应用程式也 OK 哦。是的 ，King 多功能面包机这一台呢，全购售最畅销的面包机呢，现在我们的直播销量全民厨房已经是去到了100套了，各位观众朋友们，所以呢，对，还没下单朋友要赶快了、赶快赶快哈，我们还给你一年的保修服务哈、现在呢市价是要399，你在这里买你省100块，只需要299令吉而已 ，C 码是包邮的，东码呢差你一个仅仅20令吉而已、对啊，要买的话呢就要现在买了哈，不要等到他没有货的时候呢才来找，因为呢分分钟在未来的这个不确定性当中。如果是说又发生了那个只能够待在家里不能够出门，大家天天想要找面包又找不到的话呢，那你有这台面包机呢，你就可以天天做面包了哈，只要那个是做面包的材料要先买好。对对对，那现在我们的 Facebook 呢好像还有非常热烈的一些就是回应啊，热烈的讨论，所以我们回应一下，来我们回应一下哈。那有一位朋友呢他就是说啊，是不是所有的材料丢进去就可以了，不用分先后次序？那其实如果是说 Jesse 单问的了哈、那你如果是说做面包的话呢，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次序的，但是呢，并不是说你开了键，关了这个盖口之后呢，要等15分钟、15分钟，然后再把那个牛油没有。它其实呢、基本上呢就是一次过放，而只是呢那个酵母呢是最后放了哈，最后放，然后呢酵母你就挖一个小小的坑，对，然后呢埋下去之后呢，再把那个高筋面粉给盖上去，然后选你的那个 menu，选你的 loaves 的重量700克或者是900克，然后选那个烧出来的颜色，浅色、棕色和深色就可以了。是而且呢，如果是说大家想要问有没有那个菜单，有没有 recipe 哈 ？recipe 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呢是 King， 你买这个面包的时候呢，里面就是有这个用户手册，所以呢它每一个功能呢它其实都有告诉大家要怎么做了哈，就是说你要用什么材料啊，要怎么样的步骤啊，那这边呢其实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买回去的话呢懒惰上网也没有关系哈，直接翻这个 user manual user guide 就可以了。是，我们还有一个 viewer 叫 T Set 风对吧，他说他已经买了，而且他说真的很棒，我也觉得很棒，因为真的很省心，谢谢大家，继续来。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啦。今天呢，除了做面包之外呢，它其实还有很多的功能哈、像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做过 yogurt， 我们给大家做过那个鸡丝。肉松，对，那个面包，还有那个当然就是那个面啊、面包里面是有鸡肉的了哈，对。然后呢，现在我们要做什么东西呢？这个看起来就不像是在做面包嘛，对不对？对。这个呢是放的是黄梨啊，但是黄梨对、已经打成这个酱的黄梨了哈。然后呢，当然大家要调味嘛哈，调味我们就加白糖。然后呢，这个为了要
健康，我们再把这个奇亚籽放下去，然后就是我们的 chassis 哈。对，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做果酱吗？对不对？做果酱是在哪一个功能按键上面呢？是12号，对，12号。所以呢，我们按 menu 按12次了哈，1、2、3、4、5，按到它12号喽。它全部写在这边呢，你就跟着那个号码来按罢了，很方便的。对，由于呢，我们今天不是做面包，所以呢 ，time love color cycle 我们都不需要选，直接按 start 就可以了。哦 ，OK， 然后等1小时20分钟之后，我就有那个pineapple jam 对来擦面包了，是、啊、所以呢 pineapple jam 我们做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检视一下了哈。就在1小时20分钟之后呢、啊、当然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了哈，我们直接给大家做一下，看一下，分享一下这个已经做好的成品，很美耶，非常的美。然后呢，再配上了我们自己做的那个面包上去的话呢，啊、哇，那就是真的是最自然、最清新、最健康，而且是最省时省力的面包了。哎，之前我看他们做果酱要在那个锅那边一直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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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搅、搅、对，现在不用了，放进去就可以了。啊、我放在那个。哎，玻璃碗 okay, 我拿过来，我拿过来、你拿过来吧。是是是，然后呢，我们就是可以直接的，如果有小汤匙的话呢，或者是你自己用手，小小对你直接用手指来沾、啊、沾一点来 try 那个味道也是可以。啊，不要啦，要命、啊！你不要的话呢，就我来了哈。这样我可以拿这个肉桂哦来沾一点来吃吗？这样你弄到那个肉桂的味道喽，这样啊 ，OK， 它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的。哦，等下我拿来炒面包吃啦。好，炒面包吃啦哈。炒面包吃。那现在我就直接先放在这儿了哈啊 ，OK， 好，我先放在这儿。等下我们要炒面包吃的。对，要炒面包吃，因为呢我们直接还有这个面包 ，OK， 好，你要不要来拿这个呢？这个是我们的 Apple Cinnamon Bread， 就是我们的苹果。肉桂面包，苹果肉桂面包，这个、是我很爱的。好、okay, ，我们先倒在这边，是不是？这一边对。所以我要摇摇摇它，这样子。对，给它抖一下，哦、可以聊啦。抖一下就可以了。抖一下就可以了。这个现在不要再弄错刀面了。哈、OK。刀刃和刀背。刀刃和刀背，所以呢，就是刚才我用刀背来切，当然切不到了。Hello， 现在呢，就是对了，你看，是哎呀，好像美酱哦，而且软软酱哦，哎呦。好，我切啊，我切啊。是我先来尝尖吃，对，然后你就可以沾、uh-huh. 沾上那个酱来吃。哇，哎，这个很好用哦，我很喜欢这个面包刀。对，面包刀、uh-huh. 很多人都没有买的。我有一段时间哈，菜刀切的没有酱好切。没有没有没有，它因为它要比较，其实要有锯齿才比较好切，因为呢，对，因为那个面包它的表皮呢、uh-huh. 是比较硬的嘛哈，是，所以呢你一定要就是有锯齿状的， uh-huh. 它才会比较有效率。OK， 好，来我们直接来沾、uh-huh. 沾一点点。对对对，这个放这里。OK， 好，沾很多哎、欸，然后你要自己来吗？啊？还是这个给你？啊，当然自己来啊！难道你喂我？不是，我是说我帮你放那个酱，还是你要自己放那个酱、哇，那个黄梨果酱真的是很尖哎、欸，好吃哎、欸！它味道特别的新鲜，特别的浓郁，有没有？而且呢，就是这个量我们自己做的话呢，因为我们也要保鲜嘛，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放胆的吃。我们也知道说那个糖我们是放多少，我们还有放那个奇亚籽，它就特别的健康。对，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说它又健康又好吃又安心，你就不用担心说外面买回来的有什么防腐剂啊，或者是已经过期了没有？因为你吃。你肯定是现做现吃，所以你能够吃到最新鲜、最营养的，而且是最美味的。而且哈，你这个苹果肉桂面包哈、再配上这个黄梨奇亚籽果酱哈，哇，绝配耶！它的那个甜酸度刚刚好，所以你不觉得太腻？我觉得那个肉桂跟黄梨酱的味道呢，是很好的搭配。是、所以呢，大家真的是可以考虑。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套组呢，也是全高校最好卖的、最好卖的面包机了哈。好，全套呢只需要299令吉，除了有主机跟所有的配件之外呢、我们还要送你一个电子秤跟一个面包刀，全套只需要299令吉。我是先把面包吞一吞开。那如果你要用这些呢，就是信用卡付账呢，除了 Maybank 可以在网上做分期付款，其他的你要打电话来讲。你要做这个免利息的分期付款，那你做了之后呢，就是每个月呢，你给99令吉67分而已，免利息分3个月来供哈。没错的，赶紧浏览我们的网站下单抢购了 goshop.com.my， 或者是使用您手机的 goshop 应用程式，是来下单了哈。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一个，因为大家看到从这个画面上看到呢，它除了可以做面包，
basic 之外呢，还可以做那个 donut， 还可以做蛋糕等等啊。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说，这个甜甜圈呢，其实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对，甜甜圈的话，你最重要是你要打那个面粉，对，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打这个甜甜圈要用到的面粉啦。对，那其实呢，这个就是说你完了之后呢，可能你还是要去烤一下，揉成一个圈，揉成一个圈，对，然后呢上面撒，应该是先去烤啦，烤完了之后呢，上面再撒配料，对，其实呢，这个就是要做的话呢，其实就是 dough， 这个字是读 dough， donut 的那个 dough 了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它的那个 menu 上面的选项上面，我们选七号 ，OK， 选七号，然后按了之后呢，就当然还是就是说看你要做的量啦哈。然后呢，还有它这个颜色就可以了。那如果是说大家就直接选一个比较深的颜色的话呢，那就是等于说。它可能不需要再烤多很长的时间了哈。是，所以它这边有一到十五的选项，对不对？那一到十五呢，在你的用户手册里头呢，它都有跟你解释一到十五呢，到底你要用什么材料啊，什么先后次序啊，里头都有。那如果你要做自己要做的面包的话呢，你就上网来找。总之这布机呢就多合一，它就跟你揉、跟你发酵、跟你烘啊，你就等吃而已了。对，所以呢，它就是等于三布机的结合了。它也是就是有揉捏机啦，有发酵机啦，也有这。一个烘焙机、烘烤机、烤炉，来，我们的黑芝麻面包出炉啦！黑芝麻面包、，OK， 做法呢依然是非常的简单了哈，都是那三个步骤，所以呢，大家也不需要。再去想说啊，选 menu， 选大小，选颜色，对 ，OK，、哎、好来，来，来切，是这面包刀呢、这个、刀很好用啊，送你的，送给大家的啦，切蛋糕一样好用的， okay， 是的，然后呢这边要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 texture 了哈，是呀、还有就是，你看很松软，对我也是搞错方向了哎。果然不只是我没进厨房，是可是我觉得你进厨房的次数应该比我多，应该咯。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了哈，就是它这个它拔出来的时候呢，你看那个面包的感觉有没有？你看那个黑芝麻很多哎，外面买的可能吃到两粒这样哦，可是这边呢，哇，好丰富，好丰富！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全谷粮面包，全谷粮面包或者是那一种没有不含麸质的啊，大家都可以再选选材料 ，gluten free 的哈 ，gluten free 对，没错。卖了150套，耶！终于呢，这150位朋友们好用的，真的好用的，赶快就可以天天做面包了哈。当然也不用天天做了哈，但是想吃的时候呢，可以随时吃得到。这个原理非常的简单，就像每一个人家里面呢，都必须要有一个饭锅，对不对？对。因为呢，你天天在家煮，就算你不煮的话呢，你想吃的时候呢，随时有的吃。对，因为我们呢，全民厨房嘛 ，Malaysian 都是爱吃面包的啦。我们都小时候都唱了妈妈干 roti minum kopi saya suka hati sih。对，大家都。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面包机它的重要性呢，并不亚于，并不次于这个饭锅了哈。你家里如果有饭锅的话呢，那你就可以买这一台面包机。不想吃饭的时候呢，想吃面包的话，随时可以做得到。而且呢，因为它是全自动的，所以呢，你也不用担心啊，你没有时间去顾它。对，你看我都讲大家爱吃面包的啦，我们 FB 的 viewers 又有 comment 了，来看看有什么 comment。好，尊尊 Lim 有什么问题呢 ？OK 啊。是不是全部材料放进去就可以了？是啊，是的，材料就放进去啊，可以做面包。你材料放进去，然后你 menu 选你要做哪一种面包，之后你选面包的大小，选面包你要的颜色就可以了。对，我们还可以做果酱啊，做 yogurt 啊，做 meatloaf 啊，鸡丝也可以做。对啊 cake 啊都可以做的哈。好，那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叫 Alsaki 啊 ，OK， 好 ，How to order Alsaki？ Okay, you explain in English. Okay, if you already a GoShop customer, you can go to your GoShop account and make your purchase. If you are not, you just simply type in your comment box +1 or PM. Then you check your inbox. We'll be sending you a link. You click the link, you can register yourself as our user, and then you can use your account to make your purchase. Yeah, 非常好，非常好。用在马来文再解释一遍呢。马来文你来吗？OK， 好，有 customer review 了哈。那其实呢，这一台面包机呢，真的是很多人用过， 然后呢，他们都非常的 happy 啊。比如说像这位朋友的话呢，他说很快的就送到货了哈。然后呢，他的这个 product 呢，这个产品呢是非常的好。他说功能很多，而且也容易操作，非常的简单。好了，哎呦。
我们再来看，哇，又是五颗星啊！他讲，哎呦，价钱是非常的好哈，而且呢很超值。他已经做了这个面包了，而且呢是做的非常的成功，很好吃哦。他不用再去买了，自己做就可以了。自己做就可以啊，当然了，面包自己做最好吃。然后呢，像这位朋友的话呢，他就说是非常棒的一个产品，而且质量非常的高，他非常的推荐啊，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哎，买过的都说好哦，全部都打五颗星哎，大家都很满意哦。是，所以呢，今天你若也要一样满意的话呢，那就一定要再把这个机会呢，把我们的 Ken 多功能面包机带回去的。而其他的品牌价格对比起来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面包机的价格并不便宜，最贵的可能要去到500块钱哈。而同品牌的面包机呢，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呢，比如说我们 Ken 的这个品牌面包机，也不同的价格哦，最贵可以卖到680块的，最便宜也要399。但是呢，在 Go Shop。这个呢就不一样了，因为呢我们Go Shop全套只是299。对，而且在这 Ken 面包机里面呢，就有这个不粘涂层的面包桶，还有各种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配件，包括切面包的专用刀哈，送给你啦。对啦，所以呢是非常齐全的套组，而且呢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哈，每一个家庭里面呢最好都要有一台面包机，然后呢你完全就是让它自动的帮你做好这个面包，然后呢除了面包之外呢，还可以做果酱啊。乳酪等等的，是，大家加油哦！还没有下单的继续下单，我们的299还是保留给你的。感谢你的收看了，全民厨房下周再见，拜拜。